你装侧门没坏处啊，关键。加那它有个，时候莫名其开，妙，它会加帮那你个，扫描出来再瞄加那个，就是开镜速度侧面。对啊，它没坏处啊，你没瞄的时候，你侧瞄不比你近瞄好用吗？它有的时候，它那个侧瞄，你装了红点镜或者装单倍镜子，它会蹦个侧瞄出来，就很烦。你是自己按到 out 了，兄弟？是吗？你看我这个了。我从来没蹦出来过，兄弟。我水下有个壳子。我操！怎么有个死人啊？马狗呢？我操！马狗死了！你他妈跳伞，直接把自己跳没了！啊！你大爷呀！这什么呀？我都掉河里了！你这都能死的？厉害呀！他把自己直接补掉了，兄弟。强！不死！我跟你说，你我操！以后谁再说你马狗是一般人，我就弄死他，兄弟！你马狗绝对不是一般人。你是不是直接摔在这个船上的？没有啊，我看着伞，飞着伞进去的呀，啪叽，伞就没了，这掉河里，这摔死了。上车。我怎么会想要跳河里的呢？你就不能飞进来？我就是飞进来的呀，飞进来飞一半，伞撞山上了。你说你摔在地上，至少还有个呼呼。你掉河里，你还死了。你说你这怎么救？拿命救你！你烧个香吧，烧点零花钱给你。烧点东西给我。烧把暖配 MS 给我，在底下玩一会儿。我现在我感觉我这感觉就很奇怪，我又不想进入养老状态，但我又不想参加太多的竞争，就单纯就喜欢做这一行，然后喜欢玩游戏，喜欢吹牛逼，也没有大家讲的那么高尚。像我那天跟丽梅讲，我好无聊啊，就是那天他，就跟他们聊到嘛，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就是闲着都想直播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他们本来以为我要给他讲个好能量的故事，我告诉他我就是好无聊，我就好想直播，好想打游戏。这从小到大，这梦寐以求的工作终于找到了，就这可以打游戏赚钱，哈哈。在十几二十年前，根本就没想过打游戏能赚钱的。十几二十年前听到的最多的话是：“你打游戏有什么好打的？打游戏能赚钱吗？”对呀，没出息的。我真想回去跟我爸说一声，跟十几年前的我爸说一声，真他妈能赚呐！但是我感觉说完会被我爸重新再打一顿。所以算了，这件事情。他会给你再加点灵魂攻击，再加点真实伤害。灵魂攻击不会，我爸一般没有灵魂攻击，我爸都是物理伤害。我爸打我都是真实伤害。兄弟，我爸打我也是真实伤害，你信我？那没有真实伤害那么夸张，就是物理攻击带穿甲的。哎，我爸打我根本都不要，我爸那个打我一次带流血效果。你爸那是打你还是砍你啊，兄弟？真的，我爸打我带流血效果的。你带流血效果有点过分了，兄弟。啊，那你爸打你算轻的。我小时候只要做错一道题，我爸就是一巴掌，这一巴掌下去就是一脸鼻血。我爸还拿那你这个算什么流血效果呀，兄弟？这个算什么流血效果？我爸还拿钳子夹过我，还拿棍子打，捅过我。我被我爸绑成
绑成一团拖在地上，拖了100多米丢河里去。你就知道我小时候有多调皮，多么的不听话。你们到底都是怎么长大的？那是因为做错题了，叫生命力顽强，听过没有？你们挺牛逼啊！生命力顽强。一个你爹把你打得满脸鼻血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挺牛逼，拖100多米拖丢进河里。是教你游泳吗？没有，那个太不听话了。那个就是偷了家里100块钱，然后通宵上网，出去外面就是那个就然后就出去外面嘛，然后通宵上网，好几天不回家。我爸还拿钳子夹我手。女点有人在蹲你们，女点有人在蹲你们，他在瞄你们。被扎手这种正常的一撇，我操！我被我爸吊起来打了一顿了之后，还用烟头烫。看到了，我不会出来的，孙子。你以为我成？还在瞄你。哪个绿点了？老子干掉他！绿点就这个绿点，听到没有？这上面。哎，有时候你没办法。有人说细心交，细心交，你碰到我这种。熊孩子，你淡定不下来的，真的，你淡定不下来的。哎呀，我就打了。哎，我也能理解我爸，我爸那么优秀，教出来孩子跟坨屎一样，别人不笑话他，他自己都觉得丢人。我理解我爸。不给活路是吧？比药多，我可不怕他呀！要不在安全区再泡一会儿。这小孩太顽皮了，你真的没法教。就很多就是人都说好好说，好好教，但有时候真的没用。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还经常有那种微博私信我说跟父母吵架了什么的，我都会劝他。哎，你瞅瞅吧，中间那个图片，355那个图片里面，能往左边拉一点吧。我感觉他们已经走了，要打早就打了。已经圈了他们。我微博经常有那个，就是青少年私信我说什么跟父母，什么不交流啦，不尊重他的隐私啦，翻他的东西啦，还有其他的。其实他们的方式是不对，但你不能记恨。只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绝对是出在父母身上。你翻东西，你不应该被你家小孩发现呐。对呀，没有。其实啊，怎么能被发现吗？你这个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啊，它的方法是用错了，但是呢，从本意本质来说是想要保护你的，你并不要觉得自己受到什么就是侵害啊或者其他的想法，不相理解，不要让所谓的那些代沟啊还有其他的东西啊伤了父母心。你要知道啊，别的我不说啊，哪怕你们现在就是谈恋爱的那些早恋啊，在我直播间就是有早恋啊什么的，都不要觉得什么了。我就告诉你，当世界与你为敌的时候，你那个对象可能都跑得远远的，就只有你父母会站在你这边。知道吧？所以你真的多交流很重要。如果你觉得跟父母有代沟，你就不要单单让父母来跟你沟通，你要学会跟他沟通。你就像令北一样，令北很会学会跟我沟通的，我作为他爸我也很欣慰。不要叹气啊，青春期是这样的。有个脑残的队友总是就让你，我觉得孩子是父母的老师。
那父母也是孩子的老，都是这里如果有家长的话，相互也多点理解吧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学习。做家长的也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懂，自己的做法一定都是对的。啊，我觉得作为家长，现在小孩懂得可多了。对，我觉得家长现在其实只需要树立他好他的三观，教他善良，还有就是，如果是男孩的话，就不要单单教他，就是，如果是男孩的话，就不要单单教他怎么保护自己，还要教他不要怎么伤害他人。小女孩好教多了，女儿没什么，女儿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左边，右边。听不到脚步声，我刚听到脚步声。我看到了。不聊喽。往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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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后退。我往。倒一个。啊，在我直播间的弹幕杠精就不要以偏概全。这里就只有一个，还有我的人头好像被抢了。Nice 啊！又被抢了人头，没有，拿到了。不能过去，那里不能去，那里那原点有一队打，原点三个，我看到原点那一队了，我看到，再往我，好抖啊，感觉拿这个拇指握把没有配件，我先过圈了，我那个人头是不是被抢？是，我狗逼抢老子人头，我操你大爷，不走了。他们走了，走，抢我人头想走，走你个溜溜球！我帮你不填一下吗？按着他，抢人头还想走？哎，你左前方！哎，拇指握把太抖了，这个别点了，三枪都没打，就差一枪。我刚才是锤子握把，直接搞死搞残。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分掉了一个。打残了一个。打倒了一个，背后有人打，杀完，把我人头，呸！妈的了，忘记开连发了。要几只包吗？我这八个。要，我没有。要快扩吗？快扩可以。你帮我带点几只包吧。我想要个枪尾巴。里面有啊。哎，直接把你手伸出来。你要六倍镜吗？可以。你四倍镜有吗？可以。敲尾巴吗？敲尾巴。包里你找一下，前面我记得有个包里有的，我忘记哪个包了。敲尾巴，有没有敲尾？哦，他妈带了400多发子弹。别先，哇操，打老子！看见了，在这边。再让他走，看到他了，舒服，架着呢。
跑了一个。过马路了吗？过了，没过马路。要过马路，你这么屌？近点出人。是。再挖一队。再挖一队。不是同一队的。他们被架了。给我灌雷了，老虎！别给我灌雷了！往后走。一堆的吧？不知道。哎，不是一堆的。是一堆的。那猴子死了吗？两个猴子。两个猴子，这一堆，撤吧。湖边的那棵树，湖边围墙的那棵树，再还剩十秒钟的时候再走，剩十秒钟的时候再走，走，去这。我将带头冲锋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被打了一丝血，我怎么走啊？桥边，有人来补输出，桥边，桥头，补输出打。好了，朝另外一头还有一个，你们往上压一点，我来守这边卡这边。上面石头有个人，240。那么多石头，扔雷了，我操！这颗石头。带死啊，动了，大倒一个 ，nice 兄弟，
又吓死我了。有人来了。哎，就是他杀的小老虎，是不是要多少人？真的没办法，后面有两个，前面一个狗砸，左边两个宝贝砸在中间，又当汉堡包。